会火不NG，拷问不NG，会火的小老婆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罗云熙，我来接受拷问了。你喜欢演古代剧还是现代剧？古代剧。最喜欢的现代剧是哪一部？现代剧是哪一部？《医生》吧。最想合作的女人是谁？万茜。说出三个挑女朋友自己最看重的地方。是否孝顺，然后性格是否和我互补，然后外形吧。你觉得自己是小奶狗还是小狼狗？我是小花猫。最喜欢自己身体的哪一个部位？手吧。你的腰为什么会那么细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个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就比较瘦。如何保持少年感？心态啦，心态放轻松。觉得自己哪一点最像润玉？泡脚。润玉不是喜欢是在那个碧台里面泡尾巴吗？我也喜欢泡脚。如果你在现代碰到润玉，那么你最想对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现代，你给我一杯忘情水。你知道螺蛳粉吗？我知道，知道。那么粉丝就是想你亲自给粉丝的名字去盖章，然后你觉得做叫什么会比较合适？就是螺蛳粉呀，就是螺蛳粉。我觉得还好。但是我们要写 Q 小老婆的，因为我们粉丝都是小老婆。我写小老婆，对啊，秃小老婆们，秃小老婆，我还没有老婆，是和字库一起出的，字库联合出了那个字体，是吧？对，就是人不得一样，没有水了吗？有吧，有吧，稍微那个。在这个温暖的房间，只见我于是慢慢发现，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们都笑得很甜。五十六个民族，五十六枝花，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。